介绍一下。讲的。这里是我们找到的那个民宿主人提供的资料，可以跑来这里看。在瀑布下面有一大堆海豹们，好玩吗？好好，那么好玩，好可爱哦，看他们，好可爱哦，你看他们可爱的样子，哦，好肥哦，一只一只肥肥的。真的在咳嗽，有人呛到，有人呛到，有一只呛到，从山脚下走上来，一直都有海豹们。现在他们在这里玩，他们在水里面玩。哦，好多好多。对，下次还要不要来玩？不要来玩。